好啦，12年 sample saver 第28題啦。咁下面咧話23個 staff member 嘅降業圖啦，佢哋嘅高度。而家就要揾翻個 median 咧中位數。咁你23個 member， 所以咧應該係第12個人咧就係佢嘅中位數。你要揾翻第12個人出嚟，2、4、6、8、10、12。好啦，12喺呢度165。咁呢度有11個人啦，咁後面又數返睇下係咪有11個人啦，1、2、3、4、5、6、7、8、9、10、11，所以答案呢係 B 啦。 OK， 咁再落去啦，第29題呢一 set 同呢一 set 嘅 data 啦，咁你下面邊個係啱，佢哋一齊有個 mean 嘅，咁你搵返第一個 mean 先。嗱，有5個 A 商家，再加-7、-1，再加2、4、8，咁係6嚟嘅，咁咪加返6除返嗰個1、2、3、4、5、6，所以係 6A 加6除 6， 所以係 A 加1嚟嘅。咁嗰個第二個 mean 呢就係幾多呢，又係 6A 再加返1除 6， 咁答案呢係 A 加1/6，所以兩個唔同嘅，一錯咗。 OK，咁跟住佢哋一齊有 same 嘅 median， 好啦，因為佢哋排咗次序㗎啦， median 呢就係呢度係 A 加1嚟嘅，咁呢度嘅 median 呢喺 A 減1同 A 加3之間，咁咪 A 減1加 A 加3除2，咁你搵到係 A 加1，所以兩個個 median 係一樣嘅。跟住話俾你知佢哋個 same range， 咁咪 A 加8減 A 減7啦，咁你搵到呢就係15嚟嘅，咁 R2 啦就係 A 加6減翻括號 A 減9，咁你揾到又係15，所以個 range 一樣，所以答案咧係 dot 啦。好啦，第30題，第三係吹水題嚟嘅啫。佢話咧而家有950個同學仔咧就去研究緊學啲同學仔對學校嘅意見啊，關於嗰個 test 啊，即係嗰個小食部啦。咁下邊有啲 questionnaire 就 questionnaire 係由 SU 同埋淨係咧 chairperson 同埋 vice 淨係去 select an example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即係由 SU design 咗啲 questionnaire， 淨係嗰個會長同副會長去填問卷嘅啫。咁問你呢個咩 sample method 呢個嘅抽取樣本嘅方法有咩唔好處啊？佢嘅 sample size is very small， 係啊。Not all students in the school are selected， 唔係成間學校嘅同學仔去參與緊啦，梗係啦，而家講緊食木小食部啊嘛。好啦，三 ，not all students in the school have an equal chance of being selected， 係啊，啱啊，因為個個同學應該有同樣嘅權利去俾人揀，唔係淨係得會長同副會長，所以答案係 D 啦，所以呢題吹水題嚟嘅啫。好啦，45題啦。45題話俾你知咧，有 set 嘅 data 講 mode 啊、intercoder rank 同 variance 分別係呢三樣嘢。咁其實而家就做啲咩手腳呢？加咗3，咁跟住咧 double 咗，先再 double。咁你問你有咩 mean mode 同埋 intercoder rank 同 variance 有咩轉變？又係睇翻呢個 file。好啦，加咗個 constant 咧，對 mean mode median 咧就有改變嘅，但係對新學嗰四樣嘢冇改變啦。乘咗個 constant 咧，對所有嘢有改變，而 variance 要乘翻 k 2次嘅啫。OK， 咁翻翻呢度啦。咁你如果個 mode 咧加咗3，咁個 mode 加3咧 ，mode 你要加3嘅咯喎，咁咪32+3，跟住再 triple 咗要乘2。咁、那個intercoder range 啦，加咗3係不變噶嘛，所以係27，但係乘咗2又要乘2啦。咁最後個 variance 啦。加咗3咧係不變嘅，即係保持翻係25，但係乘咗 double 咗咧就要乘翻2嘅二次方。OK， 所以答案啦，32+3乘2係70啦。IQL 27乘2係54。咁最後啦，你 double 咗啊嘛，25乘翻2嘅二次，所以咧25乘4，所以係100嚟嘅，所以答案係 dot 啦。OK。